赖氏脱水机是一款具有高压缩力、重型、大功率、具备将物料破碎脱水的设备。它的工作原理，当设备启动时，螺杆开始做旋转，然后爬升到一定的转速，旋转产生的挤压力作用在物料上，这个力迫使物料中的水分流出。沿着物料排出的方向，桶体的直径不断减小，螺距也不断变小。螺杆旋转时，物料向前移动，相当于在物料前进的路上空间变得越来越小，而处在其中的物料的体积也就变得越来越小，从而挤压物料。考虑到不同的物料需要不一样的效果，可以通过调节压头的位置改变压榨水分多少的程度。该机脱水率特别高，可以将物料绝大部分的水分挤出，适用于各种植物、塑料、固废垃圾、餐厨垃圾、无害化处理等。如需要了解更多，请致电13531096220 13531096220，手机微信同号。